做把剑。牛啊！哥，你再往出拿一拿。一个做枪，一个做剑，斧叶刀，斧叶刀叉啊，斧叶刀，不行，还得点。哥，你这样，就是你这扶着，然后抬起来就好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你先对齐它，差不多。对。哦，但这个切割面，它从这儿切，往这儿就这边就断了。不长，没事，这样一举就好。我刚看他们师傅怎么弄的，我怕他切断的，没事，放一个这个吧。那你也这样就行。看，厉害啊！小童找到自己的爱好了，哇，真的太好玩了！走，直接往前走。我心中只是裤子都掉了，完事了，盖着它，我把它整理一下啊。我感觉不太长，这边膜不太够，我感觉。得包起来啊！对，我把那边垫一下，稍微压一压。没事，我先把这边包。哎，完美，很平整。这是送给谁的礼物呀？给你的，等着你宿舍装好，给你放床上的，让你抱着睡。哎，我们展望一下我们新宿舍。等一下，我把它压一下啊，给它盖个石头。我说规划一下，你这搭个石头让我有点害怕嘞。给这个搭个石头。哎，相当专业，这包扎手法。
这浇是真的一点没用啊，这风太大了，它得拉直点，看着难受。你看啊，大概这边稍微往这一点。哇，这人真是有艺术家哎！这么努力吗？今天给他弄完。那个文俊哥那边夹带私货整了一个。啥呀？嘿、哎，你瞅瞅。真恶心。撒。都是动态的，一人一面墙。目前没有发现我吧？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发现。没有一个人发现我。那个文俊哥站那儿杵了一会儿，才发现那儿。我说看你没什么蹊跷，站了会儿发现哦，说啥了？说哎呀，还整个蛋，那他就整个啥，反正就整了个啥。他都没画完，他就光画他那杆枪，夹带私货，带了不止一点儿。这个也太，这不捡人现成的吗？这不，主要今天这个弄完干一干。要不然这燃料就颜料就全这些黑颜料就全干了。哎，这下雪天作画真的很有意境，哎，浪漫又自由。今天那个什么，刚才站在那个河边儿，嗯，其实这种日子还真的悠然，就是很慢，嗯，就是一种慢生活，是，嗯，但却泛着光芒，嗯，就是除了腿有点抖。真得穿个秋裤，哥。其他都还好，没有穿秋裤，感觉腿还是有点抖。我今儿来。上爱奇艺观看《种地吧追更日历》，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。